哟呵，大家好，我是天使幽灵 Yakidus， 我们今天要来继续抽 Fate Go。 我刚才忘记我要讲什么。他现在有一个活动是这个，对，叫什么鬼哭醉梦魔晶罗生门，总之就是有那个九吞童子的活动，但是他这个要求呢是要通过第五特异点才可以，可是你看我还在第一特异点，所以我估计是赶不上这一次的活动了。但是那因为他只好像只开放12还是13天而已，对，所以我是赶不上了。然后因为我不想要错过里面一些剧情，但是虽然我没有办法参加这次那个打的活动，但是我们可以抽召唤，对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抽，看有没有办法抽到九吞童子五星的。这一次还有增加三个新的那个卡片，我是指那叫什么礼装，对。所以我现在有74个宝石，我们来抽两次，就是20次，看有没有办法抽到这次活动相关的东西。好，总之快来抽吧。对。拜托让我抽到活动的，拜托拜托拜托！九吞童子，九吞童子，九吞童子！看看这一个游戏里面九吞童子是否也眷顾着我？我想要金色卡哦，好漂亮哦！我想要金色的英灵。金色的阴灵，金色的虫子，我还没有抽过五星的，不知道五星的卡牌是什么颜色。哦，这是那个《Fate Stay Night》里面出现的。对对对，这个流动式，我刚才想要再讲说是什么场景。哦，这个是活动的朗读劝进帐，拜托给我虫子，我想要金色的虫子，四星以上的，拜托了，お願いします。哎呦，梅菲斯特，哦，他的脚好开哦。又是你，我想要另外一个狐狸的，我不要这个猴子的，要另外一个狐狸的，夜之梦还是什么的，金色，嗯，哎呦，好像蛮帅的，我刚才以为是库布林吗？可是发型好像不太一样啊。该不会是年夜？怎么又是你？我不要你！我要……哎呦，完了！等一下！嗯，敲到桌子，不小心惊动了。嗯，我想要，我不要去抓重复的啦。虽然可以让他的那个宝具升级，可是我想要跟。想要金色的，拜托，四星以上的，拜托了。哦，这个是活动的，炼坛火焰型，拜托拜托。啊，没了，好怪。我们给来看。女神様。短い一生だろうけど、精一杯楽しませてちょうだい。あら、ずいぶんと可愛らしいマスターなのね。あ、就这样，讲一句而已。
有点那个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啊！どうやら大当たりのようですよ、マスター。悪魔メフィストフェレス、マカリコしてございます。メフィストフェレス不是算是，应该算是大恶魔吧？怎么会是三星而已？对对，这个。アルスターのクーフーリン、ランサーだ。所以这个还是クーフーリン，可是是年轻的时候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是年轻的时候。Prototype。都比那边年轻一点，这是年轻的克夫林。那这个我们要看这一个朗读券进账，赋予自身防御弱化无效状态一次。鬼葫芦，我没有办法打那个活动啊，所以可恶。那这个呢？炼坛火焰型，赋予自身对男性的 25% 特攻状态，还有弱化赋予成功率提升 12%。 鬼葫芦掉两个，蛮漂亮的。这个青鸡，我想要青鸡。好了，这边就我们再继续再召唤一次。好，对，我想要酒吞，拜托让我抽到酒吞童子，拜托拜托，求求你了，赶快赋予我继续玩这个游戏的动力，不然我要跳槽到神无月了。我朋友在跟我推荐神无月，我要跳槽了啦。我手机只能一次只能下载一个大型的游戏啦。哎呦，哎呦，诸葛。说跳槽立刻第一发就给我五星，是不是？这游戏也真是。快点快点给我酒吞！可是我的目标是酒吞。酒吞酒吞酒吞！说跳槽到神无月了啦！哦，狐狸，他开始在实现我的愿望了。我要继续讲我要跳槽的事情。我要跳槽喽！我跳槽到神无月喽！听说里面的角色也是很可爱的哦。我也是。可恶，被他识破了。欸，神无月好玩吗？有玩的观众拜托告诉我好不好玩。里面中奖几率高吗？哦，不过我听我朋友说他也是属于回合制，然后是抽，也是抽卡牌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最高是 SSR 的样子。如果哎呦，穿着好暴露，这是男生吗？女生，应该是男生吧？穿的这么袒胸，袒胸露肚还是袒胸露腹啊？还是袒胸露背？完了，我的成语，我的词，哇！九吞，哎，九吞穿的超性感的。想要酒吞啦，不然要跳槽了。继续来威胁。虽然我没有氪金，可是我要跳槽了，给我酒吞哦。你酒吞的脚超可爱的呢，他头上的那两只脚。我想要酒吞。哇，哦，金色的酒吞。感谢各位，有继续玩下去的动力了，耶！好爽哦，好爽哦！来吧，诸葛其实也是一直我一开始玩的时候很想要的角色，因为他很强，而且他是长发帅哥。
得穿个西装。快点啊，快点介绍啊，在愣着干什么，不要再那个了、可恶啊，不要那个，赶快讲话。我手好酸了，我一直在挥舞我的双手。哎呀，怎么不动呢？快点啊，你干什么？来了来了。サーバント、諸葛孔明。何、別人じゃないかと。お前さんはしょう。その通り、エルメロイ2世だ。だが力は引き継いでいる。問題じゃない。好帅哦！可是他今天不是穿衬衫呢，有点可惜。不然里面黑色那件不要穿啦、哦，是女生呢。牛若丸。まかりこしました。牛若丸。武士として誠心誠意尽く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。是变性吗？是那个吗？天狗的徒弟吗？还是是？我记得是跟妖怪有关的。再来再来，还有谁？我忘记了，对不起。不要一直那个，不要一直那个呢。嗯。哇，就对了。朝日、主天道寺。うちを召喚してくれて、おおきにありがとう。好きにやるけど、かまへんね。おお、可以、可以、可以、やはははは。今日は截个图。好爽哦！等一下，我要看这个狐狸。哦，对对对，这个狐狸的夜之梦。自身 MP 获得量提升 20%， 赋予每回合获得三个暴击性的状态。鬼狐狸掉三个，可是这个狐狸好可爱哦，你们看。还有这个是 Grandeur， 自身 Quick 指令卡技能提升 15%。脚吞，脚吞吞，脚吞吞，好爽啊！好了，那么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算20连抽，在最后10抽，哎，对不起，20连抽的召唤结果。虽然这边是后半段的10抽，但是前面的十抽根本不用看，没有什么。所以这次的录影告诉我们什么事情？只要跟游戏说你要跳槽了，他就会给你好的，想办法把你留住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我们大家都学到一招了。好了，那么这一次就在这边告一段落。那我应该会继续再玩一阵这个游戏的。好了，那么如果任何的建议，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处留言告诉我如何做得更好。那么喜欢的话，也可以订阅或是想办法支持我之类，我也不知道。好啦，总之，那我们下一次再见。太兴奋了，我已经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。抽到九藤童子。好啦，那么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